那我眼睛小，有眼睛小的那种魅力，你稍微量一下，对，看谁的比较大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真的是老哥，我这个稍微大，一路过来就慢慢过来，慢慢移，慢慢移，好不好？这种魔术，我觉得下次要再做蜡像的时候，我眼睛会睁稍微开一点，哦。哦，稍微注意了。哦，今日林俊杰做客周杰伦的综艺节目，两人相约新加坡。在节目中，两个大小孩互相 cos 对方的雕像，甚至两人互相比眼睛大小。周杰伦说道，林俊杰出道前就是他的粉丝了，可以说是他最会唱歌的粉丝。那我记得这次在一个访问还在提到说，哦，好像是我出道之前其实算是周杰伦的歌迷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是最好的夸赞哦。这个应该是我最会唱的粉丝了。林俊杰也说到，周杰伦是他认识最久的艺人朋友，像哥哥一样。跟他聊什么，我觉得他就是很懂，因为我经历了什么，他都经历过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像哥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，有人罩的感觉，真舒服。